会哪一个协议？你告诉我，你身为陆委会主委有什么协议？我想我们这个所谓的第七点说的是什么？我细节我没有办法。你不知道哈，哪一个窗口？你等一下哈，这个因为我听陆委会主委在那边说，这个不算是海上救难，是吧？这个他是游泳过去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游泳过去？他说不定不慎落海啊。国防部不敢，都不敢说他是游泳过去哦。从救生要游过去的。这是国防部告诉你的吗？不是，初步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子说。你确定这样子吗？这是国防部的判断吗？你在说清楚啊。尊重国防部的调查。所以你说这是国防部的调查结果咯？不要，我是尊重他们调查。啊，他调查结果，他调查结果是怎样？我不晓得啊。国防部的调查有救生衣不见的这件事情。国防部只说没有救生衣不见哦。我看你们媒体就有做这样的报道。